大家好，我们做养心功的目的是养心，心主宰我们一身上下，统管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可见养心的重要性。下面呢，我就以金象卷鼻这个动作为例。卷鼻的动作挤压了位于我们腕部第二条横纹线凹陷处的一个穴位，即手臂内侧小拇指所指向的手少阴心经的一个重要穴位。黄帝内经说，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原，那么这个穴位就是我们十二原穴之一，神门穴。神门穴起到了补心气、养气血、宁心安神的作用。当我们挤压的时候，让我们的血液循环速度加快，使我们的血液更加充盈。神门穴尤其对心血管疾病和心脏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穴位，是一个不二的选择。那么当大家平时有心悸失眠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通过挤压按摩的方法来进行练习，相信大家只要坚持练习，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谢谢大家。